不要太多，太多效果不好。奇怪，它不是左边比较好吗？好像变成左边好一点。因为它没有动啊，它不动。但它不会动啊，要我们帮动它，要翻它。不翻的话不行。他们有没有帮忙翻啊？显然是没有。有的话就不会硬啊，不需要我们现在这么辛苦。最糟糕的是它不会动，对不对？妈妈，你会不会动？看不到。会不会动？嗯，动吗？看不到，看不到。痛就点头这样讲，不痛就摇了。痛，来。痛吗？看不到，看不到。看不到，他痛的话会有痛苦的表情，没有痛苦的表情就是 OK 的。奇怪，不是左边好的比较好吗？现变成左边好像都比较不好的感觉，我坚持人好像左边比较不好的感觉。实际上你也不需要请人家这么来按摩了，我们就自己这样，平时就这样跟他揉，跟他揉，跟他，这才穴道呢，几个穴道，这里这里有一个穴道，来这里有一个穴道，来这里来，还有这里，这穴道，还有手掌心的穴道，你都跟他这样子揉揉揉揉七八下，七八下这样揉揉揉，这个。这里也跟他揉揉揉揉头，跟他揉跟他揉，最好是脖子，脖子后面脊椎骨那边能够跟他，这里可以，不要这样好不好？行吗？躺下去，这样比较好吧，不会那么热了，哦，这样好一点，是不是好一点？你把那个枕头往下，我跟他抱他起，啊，下来，对对，好，你看头不是就翘起来了，躺下去，慢慢的，啊，没有，你让他睡那边不是更，还跟不是头抬得更高。身体不平啊，他会不舒服的，而且这里会这样子，一直会这样子，然后这心脏会受到好像压迫耶，所以你要他挺，最好能挺，这样，这里跟他按摩了，这样，你要按摩七八下就好了，耳朵最好，耳朵最好。这个很多很多穴道在这个里面，晓得吧？耳朵就跟他这样，里面这个跟他这样，有个七八下也可以了，不一定要很多，让他有红红的感觉就行了。痛了，这样痛吗？肩胛骨这边痛啊，看他走走走几年，还好了，要常常弄啊，你开没有常弄就会痛了，常常弄，常常这样按摩哈，一天跟他按摩一次或者两次，早晚一次各一次，他就会
对，他们都要拍呀、啊，要拍呀、啊，要拍、啊。都用那个氧气引导管这样降卡路，变成这样。有啊，那个谁有擦，有帮他擦。那边我有看到他擦那个，他有擦，我有看到。感觉热。太多东西了。就是用夹住，不然的话它那又会抱在一起。对。对呀、啊，不要加太多，它好热，会觉得好热。歪一边，是不是歪一边？感觉像他睡歪一边了，姐。按摩啊？对啊，我自己按摩我自己，我常常我都会这样子，就这样子。
样抓法的嘛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技巧，我觉得就是这样子。你它有几个穴道，这里有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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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个穴道。你就经常往这里，这里就跟他这样子，脚趾呢就这样翻一翻，翻一翻，脚底是有一个，最好是能够翻过来背哈，背那个脊椎骨上去推往上，对对对。刚刚那个大拇指有给他翻过，也翻过来。要翻过来，要翻过来，要背要，要拍拍拍拍拍拍。我看我们楼下，当然他有请人嘛，然后一天我看那个跟他按摩好几次，我把拍拍打好几次，可是他会坐起来。最好是我们自己请个外来就是要自己弄比较好了。你看我们在这，他们那个按摩有时候，你干嘛要拍呀、啊？你干嘛要拍？留作纪念嘛。有什么好纪念的？嗯，表示姐姐来看妈妈。哎呀，不要去，不需要这样子。你最要紧的就让他能舒服一点就好嘛。现在问题就是让他舒服，哎。能够舒服，这个手能够这样子拿起来，这个手本来都很好的，怎么变成这样？这个也可以啊，这样子，两边都要啊。那这个手你看，对呀、啊，那这个手冰冰的，血就是说血液没有到这边来了。你就这样子也可以啊，这样子它会就比较不痛啊，这样子也可以啊，这样啊，快要吃饭了吧，嗯，12点他就吃饭，快要吃饭我们就、啊、我就要